再来换什么？换三的咯，换三的咯，请问你咯，三块钱给一个人，总共就是三块，三块钱给两，总共给两个人都三块，六，三加三等于六，所以六块是给几个人？是给两个人都三块，你三块我也三块啊，所以合起来几块？六块，六块，懂不懂？那已经是两个人对不对？那如果再多一个人呢？九。是还在把这个六块再加三块，所以加三块等于九。然后呢，四个人是不是还在多三块？所以九再加三等于十二。十二再多一个人再多三块，所以是十五。再多一个人再多三块，所以是十八。再多一个人再多三块，二十一。再多一个人再多三块，再多一个人，二十七。再多三块，是不是你就慢慢加慢慢加，加到最后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可是你要直接把它。每一组背起来，懂不懂？就不用慢慢加，懂不懂？真的懂。所以我要开始问你哦，三一、三二、三三、九、三四、三五、三六、三六、三七、三八、三九、三九、二十七、三三、九、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一、三、三二、六、三三、九、三一、三、三二、六、三三、九。三六九，三六九，背起来，三六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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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三个就是，前面三个是，三六九，三六九，会不会了？啊，再来背中间三个，十二十五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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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背后面三个，二六十二七，会不会？啊，所以你发现这里都是十十十啊，这里都是二十二十二十，有没有？会不会？所以呢，分三组背起来，三六九，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十二七，换你。十五十八二一二十二七三六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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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你三六九三六九三四十二三六九念三四三六九三六九三六九哎三六九三六九再十二十五十八十二十五十八十二十五十八换你十二十五十八十二十五十八再快十二十五十八再快十二十五十八再来二一二十二七二一二十二七二一二十二七二一二十二好一口气念完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十二七换你。好，再快。三六九十二十八。十二十五。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一二十二七，一口气念完。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十二七，三六九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十二七，再来。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十二七，会不会了？啊，所以呢，他怎么了？三五。三五十五，他。三六。三六他。三。三四十二他。三。三三九他。三四十二他。三三一他三二六三三九三一三三二六三三九三一三三二六三三九再来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六十八好所以他三二十六三四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六十八三五三四十二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六十八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六十八三四十二三六十八三五十五三四三十六十二十二十二三四十二三六三五十五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四十二三四十二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六十八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六八三一三三二六三三九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六十八所以三六九三六九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十二十五十二十五十八再来二一二十二七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三九二十七他二一哎怎么来三七他三八他他三五三五他三七三七他三五他三七他三六三六十八他三四十二他三八三八二十四他三四三四十二他三八他三九他三三他三四他三三他三四他三五六三六他三九他三八三八二十四他三九二十七他三六三四三四他三九三九他三七三七他三六三六十八他三十八三八他三三三三他十五他十八九三三九三六三八二十四三九二十七三五十五三六十八三三九三四十二三二十六三六十八三九八二十四三七
三七二十七，会了，会哈，所以有没有记起来？有哈，那所以呢？哪九个答案？3 6 9 12 15 18 2 1 2 7 2 0 2 1 2 4 2 7，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四二七，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四二七，会不会？跟着我。三六九十五十二十五十八，中间再一次。十二十五十八。中间再一次，十二十五十八。十二十五十八。中间。十二十五十八。十二十五十八，再来前面。三六九。再来。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四二七。二一二四二七，中间。十二十五十八，后面。二一二四二七。中间。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四二七，前面三六九，三六九，看我一起，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四二七，换你，三六九十五，十二，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一二四二七，会哈，所以要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哦，会哈，好。